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到底要来这儿干什么？解密，纪律手册里最重要的一条。不该说的绝对不说。密码就是一种武器。不该问的绝对不问。你对邮件有多少份负责？到底是在哪里工作？我不能说。 我还可能绝对不看，你们最大的敌人子密。我相信那些密码能把人逼疯了。你别，如果敌人把26个十三的字母全部进行交换，就会有超过200万亿种可能性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今后你在这儿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这个国家。在这里。 欢迎你来到真正的701。